柏林回来的。对，帮朋友还是亲友来拿这个春联？帮朋友。对，因为他是去那个柏林交换，当交换学生。那他是二月就要结束课业了，可是他为了要回来投票，他一月又买一次机票，然后回来投完票再回去完成课业，然后二月才要再回来。对啊，所以就冲着他有这份爱国心，我就追他，就说他想要收集光复高雄的贴纸啊、春联，然后我就帮他收集，然后等他回来的话，要把这些东西交给他。